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帕叉，我现在呢刚下课。我们最近所有的 deal， 就是所有的 deadline 作业的，全部都集中在11月跟12月，还有1月初。哇，真的那个作业太多了，很难写，因为是 final 的作业嘛，所以就要好好写。它的分数是会影响我们最终毕业的那个成绩的。然后我身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校区，其实我们校区很大，就是从那个里面那个一直都是我们学校的那个楼。然后只不过那边是属于老楼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然后这还有新建的，新建的话它就会比较偏现代化的风格，然后比较旧的楼的话呢，就是以保存到现在应该也很久了吧，基本上都是14、15世纪那个时候的建筑。等哪天天气晴的时候，可以我们拍个视频带大家逛一逛学校。我刚刚是从另一条路走过来的，顺着这条路走过去也是我们的校区，所以整个校区的话，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周围方圆2公里的样子吧，反正这一片就都是。住的地方呢，到学校步行大概比较近的楼就是步行可能10分钟以内，然后稍微远一点的楼的话呢，最远的也就差不多步行15分钟，最多20分钟就到了。对，还是比较方便的，而且周围吃的啊还有玩的呀，好像也没啥玩的，就吃的吧，就超市跟餐厅那些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。但是我发现这边呢其实跟我们在国内一样，有的时候你在线上买东西的话它就是会很便宜。比如我昨天就薅到了一个很大的羊毛，它大概是50磅减15磅，就大概400块人民币，然后减掉120人民币，是不是还挺多的。今天中午就送到了，有好多好多的包裹，从亚马逊上面买的。而且我比较惊讶的是，就他这边不是有很多超市嘛，然后按道理这些超市他们有自己的购物网站，有自己的那个 APP， 但是竟然在亚马逊上也可以就是买到各大超市的一些东西，我觉得还挺神奇的。平时一定要多去翻翻就是网络上的一些优惠券呀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多看看这些优惠信息，各种收集，就可以变成一个省钱达人。我就是前两天在刷那个某 Redbook 的时候看到了有这种折扣码，然后赶紧下单，可以买3次，一直截止到16号，12月16号。哇，最近一直可以买到那种便宜的东西，就很开心。哦对了，马上黑五也快来了，所以又可以有一些打折的。看，这就是我买的东西，中午着急出门，所以都还没有来得及收，赶快来整理一下，给你们看看我都买了些啥。这一包都是蔬菜，番茄，像这样的话大概就是8块钱，当然打完折以后可能6、7块吧。然后这个基本上也就是几块钱，我说的都是人民币哈，我已经换算过来了。然后还买了油菜，我特别喜欢吃这种就是它已经弄好的沙拉，就我直接把它倒点酱或者是夹在面包就可以直接吃了，比较方便。然后还买了西葫芦呀，这个好迷你啊，还有一颗花菜，都是爱吃的蔬菜。我们两个太能吃菜了，所以就买很多储备。然后我这次还买了葱，准备自己在家里面种这个葱，这样的话就再也不用买了。像这样一小把的话要买基本上都要大概在5块人民币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大披萨，这也是懒得做饭的时候就吃。还有呢，这是啥？哦，这个他们说就是很像那种国内的淀粉肠，我看着也挺像的，就买来可以炸或者是烤啊什么的，有的时候想吃宵夜。这里面还放了冰袋。然后这个是白菜、豆芽、豆腐，哎，看这个豆腐长这个样子，就是他们英超买的豆腐，跟中超的话有点不一样，好像他们说吃起来是偏老豆腐的那种口感，试试看。这个是一个天妇罗，哇，怎么这边还有2大包，救命。哦，这个里面装的就是不需要冰袋的土豆、洋葱还有蒜。那这包上面有一个标志，就是易碎品。那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哦，这个里面装的是鸡蛋，对，所以它放在了这个易碎品里面。包的倒是还挺仔细的，虽然没有多少东西，但是还搞了4个包裹。打完折以后的物价呢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，基本上可以对标上海差不多的这个物价水平，所以它购买力还可以啦。反正就是有打折就开心就对了。然后在这边生活的话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就是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做饭。我看到很多留学生就是每次说赶作业之前都要先做一顿饭，然后就是不想写，不想开始写，然后但是做饭呢就很享受很开心，回家以后都变成厨神。那我现在就准备去把我买的这些东西全部放到冰箱里面，我的冰箱都塞不下了，这第二层第三层都是今天买的，还有三文鱼刚刚没有看，然后2包豆角、花菜，然后都是今天买的。然后你们看看这个土豆，
哦，这么一大袋，真的土豆是最便宜的，还有一包虾。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吃个5天都够了，真的够了。还有我喜欢吃的这个午餐肉。不过我就是觉得英国这边的蔬菜品种实在是太少了，过来过去就是油菜、白菜、花菜、豆芽，然后豆角，对，我还买了豆角，就只有这两种东西。嗯，感觉物质贫乏，就是那种吃不到很多的菜的那种感觉，就不像国内一逛那个菜市场，那个满摊就各种各样的什么菜都有。你像现在要吃个韭菜呀，吃个萝卜啥的，还要去中超买白萝卜，就那种很大的那种白萝卜，还要去中超买。嗯，有的时候去一家超市的话，买菜它也不是很集中，它可能就分布的这样子。哎，所以，嗯，就且吃且珍惜吧。而且有的时候肉确实比菜要便宜，像肉的话你买很多，可能才20-30块钱人民币，但是菜的话买那么一点点，它可能就接近差不多10块钱的样子。嗯，所以在国内还是蛮幸福的，就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菜，然后又便宜。但是爱吃肉的就特别好，像我有同学就特别特别爱吃肉，然后呢肉也很便宜，他就顿顿都得吃肉，这点东西预计又可以吃一个礼拜吧，花费大概200多，不到300块人民币，两个人，我觉得还行，对吧？好的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